第二天的晚上，小白的晚饭，三文鱼，三文鱼，我在那个微波炉里面加热了15秒，加热就味道更好嘛，而且暖和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加完热以后，和弄和弄和弄的非常均匀，然后不是马上就喂，这样的话这个 bowl 就不会很那个凉嘛啊。你胃口很好。